半路夫妻交身不交心的七种心理。离婚的人依然怀着对婚姻美好的向往，渴望能找到一个知心的爱人，共度余下人生。可现实是，二婚真的挺难挺累。以下就是二婚夫妻交身不交心的七种心理。第一，二婚新婚期，两人百看百好，眼里都是双方的优点，夫妻生活也和谐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渐渐的双方开始变得相互厌烦，夫妻生活也没了兴趣。二，毕竟都有过婚史，有过不堪回首的经历，双方彼此隔阂，小心翼翼，不愿敞开心扉。三，女人不关心丈夫，丈夫也不疼爱妻子，根本就不像正经过日子的。四，经常为孩子的事吵得不可开交，毕竟孩子不是亲生的，所以使唤教训起来不留情面，而另一方护奴子也不是吃素的。五，两个人真心交流的时间很少，更别谈交心，坐在一起也是各玩各的手机，简直就是漠视对方的存在。六，彼此猜疑对方，没有信任，是不是还跟前夫前妻藕断丝连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头绪等等。七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二婚的人几乎都还保留着之前的本性，丝毫不悔改，不迁就对方，蛮缠不讲理，问题多多。二婚夫妻真正幸福的有多少呢？大多数都是不幸福的。而幸福婚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，夫妻双方要懂得相互理解，关心对方，甚至原谅对方的过错，这样夫妻才能长久。如果一味的争吵，试图改变对方，斤斤计较，到头来苦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